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历三月初七，旧历二月初十，礼拜二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杨淑晴。新闻首先先来关心三十秒的新闻重点。去年庆安水道变道拆除，造成海水倒灌，线西新港有二十公顷的农田浸在海水内面，现在田地无法度耕作，河东面是非常无奈。彰化县中小学联合运动会七号热烈开幕，馆长魏明国主持典礼表示，四月全中运将在彰化举办，邀请大家来替选手加油。大学方新推荐，今仔日放榜，鹿港高中录取五十二个人，录取率高达九成，也创下十一年来上好的升学纪录。去年十月，庆安水道变道拆除，引起海水倒灌，造成新港线西二十公顷的农田浸在海水内面。半年过去了，天井补上一直无得到解决，农田到底会当阁继续耕作嘛？无清楚，有农民申报鱼仔，煞一再打死，无奈阁气愤。去年十月，工业局包厢拆除庆安水道变道，造成海水倒灌，淹掉农田的后遗症已经出现。农民新埔的鱼仔一再打死，无奈阁气愤。我打死去，再阁重打一遍咯。即排即种就拢花去啊，啊叫绿色有无吼？深绿色即啊，就是咱长个新埔落去的。啊，规区拢安尼。尤其半年过去了，如何补偿拢无结果，敢会当继续耕作无，嘛予农民唔知该如何是好。申请啊，结果嘛无，嘛唔知无，嘛有雨头啊，嘛无甲咱留啊，所以咱有咧甲问，啊嘛唔知我补了已经袂起来。所有稻田拢是死了了吼，所以咱的县政府爱跟农家共讲，讲要补偿人偌济吼，啊，互者农民有一个交代，啊，看要补偿几年，嘛爱讲好，或者农民会当安心吼，袂过安尼家己补稻啊，就补到等于拢袂活。农业处副处长表示，一月已经发文予工业局提议比较停耕补偿处理，但一直拢无收到回应。我们已经把这个停耕基准啊，这个建议啊，在今年的一月啊，已经给这个彰滨工业区了。那后续啊，我们希望彰滨工业区的服务中心啊，能参考我们的这个补偿的一个建议啊，那紧速啊来协助啊农民啊办理这个停耕的补偿。另外啊，我们也希望彰滨工业区啊，针对这些已经盐化的农田啊，予以整治啊，让这些农地啊，能早日恢复的生长，以维护农民的权益。海水倒灌灾情造成新港线西二十公顷的农田受损，农田盐化如何成效，拢无人甲农民讲。农业处紧急呼吁提报受损的农田，先唔通耕作，避免一再损失，会要求工业局迅速处理。大中华新闻，陈文清线西采访报道。彰化县中小学联合运动会七号在县立体育场热烈开幕。馆长魏明国表示，今年新办全国中等运动会，各类选手全力以赴，同时也希望借由大型运动会来带动彰化的观光产业。彰化县中小学联合运动会七号在县立体育场热烈开幕，滨河国小和中山国小带来精彩舞蹈。魏馆长表示，彰化县今年承办全国中等运动会，各类选手全力以赴，展现彰化县的运动实力，也希望透过全中运来行销彰化的观光产业。连续的四天、我们要来用这个运动来提升我们彰化县的运动水平，那也希望我们同学都能够
啊强身建国，那更最重要的是要来选拔我们彰化县今年啊争取到全国的运动大会的啊赛事，最主要是啊选拔这些同学啊都能够来参与我们4月22号到27号全国中等学校运动大会。彰化县政府啊争取全国的运动大会，最主要是要来行销我们彰化，让我们彰化县的能见度能够提高，也能够提升我们彰化县的运动水平。那我们更借着运动大会来行销我们彰化县的观光以及我们彰化县的运动产业。为馆长同时举办体育场新 PU 跑道的启用典礼，中小学联合运动会四天会期，县内各国中小学运动选手工厂竞技展现辛苦练习的成果，透过高水准的竞争争取上好的成绩。大中华新闻陈文清中华采访报道。大学繁星推荐第三月初七放榜，鹿港高中的录取率高达90%，也创下11年来的上悬纪录，总共有52个人录取。学生欢喜准备进入大学，体验无同款的校园生活。鹿港高中今年伫咧大学繁星推荐成绩真好，67名学生报名，录取52个人，会当讲是11年来录取率上届悬的一届。2006学年度大学繁星放榜的日子，很高兴的鹿港高中的同学延续以往的好成绩，在台大、成大跟台师大、彰师大等一流的学校都有多位同学录取，那总录取人数52名呢，也刷新了历年的记录，这也显示了我们社区高中在全体师生的努力之下，也能够有良好的成绩表现。我们恭喜所有录取的学生，那我们也感谢所有老师对他们的辛苦的指导。榜单一公布，学校特别放炮啊庆祝，学生嘛来敬上老师回溯，感谢因辛苦指导，现场嘛来分享读册秘诀。这3年来的心得就是，作业认真写，考试好好考，就这样子。然后自己要安排复习的进度，然后。就是最多就是不要去跟别人比较啦，就读自己的东西这样子，因为想到别人的话，这样子会让自己思绪会混乱。学校有提供小字卡可以让你们写笔记，然后如果你们忘了的话，可以随时都拿起来 review 一次。然后学校也有提供夜自习，然后夜自习有老师在前面可以随时让你问问题，然后让你不会在家里说，因为电脑或手机的影响，让你无法专心念书。学生主动探索自己的学习意愿，学校也来协助增加课业辅导，或者是提供夜间读书场地，让这届鹿港高中的繁星推荐一年比一年录取率较高。学生也欢喜前进大学，体验无同款的校园生活。大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2017白沙屯妈祖前往北港进香，伫咧回程的时阵，经过花坛身边的有线电视的门卡口，民众跪个软桥卡祈求妈祖祝福。彰化就业服务通，让您就业好轻松。让我们来看看本周职缺有哪些。中华南门宫本港进香已经有212年历史，每一年进香拢吸引150,000人共同参与，是咱台湾进香团的开基元祖。2023年3月22日上午8点来起驾，7天6暝活动，专程用走路方式来完成，有接头香礼、接礼香礼、换龙袍礼，大家随妈祖来进香，欢迎大家来参加。中华美食通人知，中华美食盖全台，欢迎大家来交换中华美食，
推动闽式文化。幸福彰化，相信赖岸彰，相信赖岸赞。东森强版韩剧《狱中花》，狱中之女的身世之谜，命定三娘的情恨纠葛，追剧不间断，尽在 Super MOD。现在收看是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杨淑晴。明仔是拜三，也是旧历的二月十一。根据通讯记载，明仔在位置东南方，好时是下晡一点到三点，适合祭祀祈福。继续提供详细农民的资讯和乡亲参考。宗教圣书，今年一度的白沙屯妈祖北港进香，在三月初六回銮的时阵，经过新平道所谓有线电视公司的门口，真侪信徒专工伫只等候祈求妈祖赐福，周边妈祖嘛和信徒来弄脚卡。一波搁一波，地感觉是无爱链条，行伫咧回銮中山路顶，有妈妈抱囡仔伫路边等待。所有人聚集在新平的有线电视的公司大门口等待，因为白沙屯妈祖要来了。很多朋友过去去报名，啊，跟他们走了，拢甲求妈祖，拢足灵感的啦。啊，我是讲来求一下家里的，会当大小平安安尼。啊，参招阮某大家来行行咧。啊，才这行这几公里的感觉安怎？我感觉加减行身体嘛是会好啊。啊，不累啊。虽然我无专程，但是咱一节一节安尼啦。今年一度白沙屯妈祖北港进行行程，回程的时阵，妈祖选择行省道，经过新平道有线电视公司的时阵，真侪信徒是虔诚跪落来祈福。白沙屯妈祖的软桥嘛，慈悲和信徒两脚卡。啊，最近六年来吼，咱白沙屯妈祖吼，啊，五年经过咱回团，五年拢只主角啊，啊，啊，真正感谢妈祖保护，啊，来个回团。啊，会当庇佑啊，咱的花团会当向前吼，会当顺利，啊，会当予咱的花团乡民，大家当安居乐业吼。妈祖婆，啊，来今日绕境，啊，经过咱花团，啊，因咱妈祖婆，咱白沙屯妈的妈祖婆，伊甲一般咱的传统的咱的庙宇的绕境较无同，伊无固定的路线，伊逐日的路线拢无同，啊，尤其是经过咱花团，啊，咱这花团遐乡亲有够热情的，来迎接，来个性格。白沙屯妈祖的软桥虽然无固定路线，不过无论妈祖行到倒位，拢真受到在地民众的欢迎。因为大家拢相信，慈悲的妈祖一定会庇佑地方，合境平安，百业兴旺。大中华新闻，罗富玲、小文、花旦采访报道。桃园龙德宫四妈祖南顺廖境到云林麦寮宫返宫进香回銮，也是全台徒步距离上远的进香团。七号中昼回銮路途当中，专工来到鹿港天后宫进香，庙方人员甲信徒聚集迎接妈祖，场面闹得滚滚。三太子新将团人龙人西热烈的进香场面，甲鹿港街啊以及鹿港天桥宫庙埕广场时刻甲目睭照。桃园龙德宫四妈祖信众到鹿港进香，场面相当的热烈。彰化县长魏民国嘛专工前来迎接。鹿港天后宫是彰化县上重要的这个信仰中心，啊嘛是咱啊全台湾唯一信仰这个梅州妈祖的这个开基元祖。啊，咱桃园啊这个龙德宫啊，连续已经四年啊来鹿港天后宫来祝驾，啊可见讲。鹿港的这个天后宫，甲咱桃园啊龙德宫，这个感情真正密切啊，所以啊，而且我代表咱彰化县全民啊，真正欢迎咱桃园龙德宫咱的妈祖献上圣庙，来到阮彰化县，来到阮鹿港天后宫，相信咱佛寺这天上啊天上圣庙，会当保庇咱大家平安顺遂，保庇咱台湾国泰民安，风调。
八天七暝廖景进行活动，也是轰动北台湾上界大的盛事。对于每年鹿港天后宫高规格接待，庙方嘛真感恩。我们今天是第三站，来到了鹿港天后宫。我们今天大家非常的高兴，我们彰化县的大县长我们的魏县长亲自到这边很热情的接见我们四妈祖，我们感到非常的快乐。那我们首先要感谢鹿港天后宫我们张主委的用心，我们相信桃园龙德宗跟我们鹿港天后宫的妈祖，希望呢我们所到之处呢都可以带给我们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同时让我们所有的子民都能够安居乐业。伫咧四妈祖安营了后，妈祖銮轿嘛放伫咧庙埕广场，予信众软轿卡祈求平安顺利。古历三月二三，妈祖诞辰进程是全台各地热烈的进行条。桃园龙德宫来到鹿港天后宫进行活动，也代表着全台烧妈祖的热潮是正式展开。大中华新闻林桂鹿港采访报道。机车科驾照伫旧年出现大改变，除了必须的题目增加前景式的考题以外，录取部分也增加四个题目，和原本的考取率由90%降到60%外。为了让考机车驾照的民众会当率先体验，彰化监理站利用360度摄影机制作上行的 VR 实景录取影片，让考生免到现场，也有考照的临场感。利用手机啊，连着监理站提供的影片，搁再挂着专用的虚拟实境的目镜，科技车驾照现场就出现伫眼前。斑马纹行人穿越道线，双黄灯灯光闪烁时，并停在停止线前。前轮这就是彰化监理站为了让考生唔免到现场，也有考照的临场感，利用360度的摄影机制作上行的 VR 实境路考的影片。靠右侧车道行驶，换车道前应查看左后照镜及向左摆头查看有无车辆，直角转弯。机车考照去年105年6月有重大改变，那增加4个项目。那考照的难度增加，为了服务广大考照机车民众的需求，本站自制 VR 实境影片，应用 VR 身临其境 3D 立体效果，让你在家中做也能有亲临监理站考照的感受。彰化监理站指出，自从机车考照的新制度上路以后，考照的通过率明显下降，所以才会制作这支影片。监理站强调，影片放伫咧网络以后，反应真好，扫落来就会下乡到社区，或者是大专院校做宣导，要让这项大型的服务更加亲民。大专新闻电视梁辉端采访报道。彰化县议会会馆的艺龙启用，以后甲周边的县立美术馆、市立图书馆、甲国立美学馆，形成一个文化走廊，提供民众更加侪休闲的场所。最多的 HD 高画质频道，给您最好的影音享受，多样的加值服务，丰富您的数位家庭生活，让电视不再只是电视，而是您家庭娱乐的智能中心。有线电视第一领导品牌，新频道数位有线电视。乡亲啊，好康的报你知，咱身边的数位有线电视有免费音乐台送给您听，只要厝内有装机上盒，只到950台，就有30台免费的音乐台，予你听个笑开开。巷仔内大树卡，庙埕边，大中华新闻专题，在地上水，请在地人带路，今日咱的日常生活，讲出咱的上水故事，请准时收看。还在辛苦偷看别人的吗？现在 Super MOD 跨界超进化，让你影音带着走，随时轻松看，一人下载多人共享，再送看片金哦，还有免费频道超多优惠，快下载 Super MOD 随选随看 APP， 自由享受不间断。凯擘大宽频300Mbps光纤上网，下载超级快，无线上网一样快，给你一眼瞬间的极速，
快拨0809-009-658凯擘大宽频，学生独享光纤上网699起，申办就送奖学金哦。欢迎继续收看《凯擘大中华新闻》，我是杨淑贞。中华馆议会会馆的艺廊启用首栋展览展出五米乡优惠个展，现在议会艺廊甲周边的馆立美术馆、市立图书馆，也佮国立美学馆，形成一个艺文园区，将提供佮较多元的艺文展览资源，增加民众休闲的新场所。彰化市的艺文展览空间推陈出新，现在除了馆立美术馆、市立图书馆、国立美学馆等场馆以外，馆议会新会馆的一楼艺廊也加入行列，和民众甲艺术家有交流的新所在。我们会馆新盖，然后这个空间平常有时候会闲置，那因为我们也靠近美学馆，那整个这个后面这个整个区域，还有武德殿这个区域，我们希望就是跟议会能跟民众亲近一点，那所以我们在开放这个区域来让民众来办展览。议会会馆一楼艺廊展览由馆文化局规划的五米方优惠个展拍头阵，展出40多幅优美的画作，展期到3月13日。当下我看到一个经典的画，我拢会当下记在脑海中，无就是用相机啊翕起，啊等下翕，下我会感觉我就感觉足介意，我想要表现出来伫我的微博内底。议会的艺廊是全台湾第一个，应该也是全台湾唯一一个的议会大楼里面做艺廊的，那这个是非常特殊的，那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彰化人的骄傲哈。彰化全台湾那么多的议会，只有彰化县议会把这个空间呢，然后提供出来。馆会艺廊成立了后，准备区域的艺文园区气势将更加浓厚，提供民众休闲活动的新选择。大中华新闻，台湾新中华采访报道。来到鹿港，真侪观光客一定爱品尝的，就是传统的美食小食。鹿港在地十多间的小食业者联合推出文创的餐盒，要让游客轻松吃美食。鹿港美食小食面线糊、芋圆甲牛舌饼，拢是真出名的在地美食。原本爱走几啊间小食店才会当食到的美味，透过在地十外间店家合作串联，变成文创餐盒。鹿港餐盒的部分就是我们鹿港小吃宴的一个延伸哈，我们目前有配合大概十几家的店家哈，这每个店家都是我们鹿港在地的老店哦，有这个面线糊啊、藕丸啊、牛舌饼啊、霸包啊，这样子一个餐盒啊。如果你来鹿港的时候，可以这样子边走边吃。先采用预订的方式哈，因为要结合店家来到这边，我们帮你做个包装哈，所以用个预约的方式来订购会比较方便哈。古锥的外观以及小食会当炸日照，予外国观光客嘛真娱乐。感觉不错，装饰得很漂亮。传统在地美食大集合，经济够方便，目前店家是接受预订，依照顾客喜爱来搭配，嘛，予鹿港小食愈来愈国际化，愈来愈方便。大中华新闻林桂鹿港采访报道。继续来关心今仔日溪湖果菜市场的交易行情。今仔日总交易量是316公吨，平均的交易价钱是每公斤9.6元。继续来看详细交易行情。花菜上价13，中价10.5元，下价9.9元；茯苓豆上价101，中价87，下价67元；金瓜上价20.6元，中价17.4元，下价16.6元；闽豆上价85，中价72.5元，下价58.2元。韭菜花上价61.6元，中价53.2元，下价49.1元；高丽菜上价6.9元，中价5.1元，下价4元；保鲜饼上价10元，中价6.5元，下价5元；葱头上价20元，中价18元，下价15元。
头上价十二块半，中价八块三，下价五块九；葱啊上价二十四，中价二十块四，下价十八块七；花菱啊上价十七，中价十一块一，下价七块；差不多上价二十六块二，中价二十一块八，下价十七块七。受到华南分河区的影响，各地天气都无啥稳定。随着水汽一波一波通过，中部以北甲东半部地区容易有落雨的情形，提醒乡亲出门爱会记哩扎雨具。在气温方面，也是继续受到冷气团影响，透早各地气温都偏低，请乡亲爱注意保暖。以上就是今日三月初七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杨淑晴，祝福乡亲万事顺心，咱再会。大中华新闻专题，在地上水，请在地人带路，走入咱的日常生活，讲出咱的上水故事，请准时收看。专业的报道，开阔你的视野，最新最及时的地方讯息都在这。彰化人，我们一起关心彰化大小事。乡亲啊，好康的报你知，咱身边的所谓有线电视有免费音乐台送给您听，只要厝内有装机上盒，只到950台到30台免费的音乐台，让你听个笑开开。还在辛苦偷看别人的吗？现在 Super MOD 跨界超进化，让你影音带着走，随时轻松看，一人下载多人共享，再送看片金哦，还有免费频道超多优惠，快下载 Super MOD 随选随看 APP， 自由享受不间断。凯擘大宽频300Mbps光纤上网，下载超级快，无线上网一样快，给你一眼瞬间的极速，快播0809-009-658，凯擘大宽频，学生独享光纤上网699起，申办就送奖学金哦。有线电视第一领导品牌，
新频道数位有线电视